大家好，我是九火文明频道的化学专家。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神奇的方法，能够让你的浴缸变得像全新的白色玉器一样。我们将学习如何使用自行混合清洁剂清洁浴缸，这是一个环保、安全且成本低廉的方法。首先，我们需要三种材料：小苏打、白醋、柠檬汁和食盐。我们将使用这些材料来混合清洁剂，然后将它们倒进浴缸中。第一种混合清洁剂是小苏打和醋，我们需要一杯小苏打和一杯白醋，将它们混合在一起，摇晃容器让它们混合，然后将混合物倒入浴缸中，让它们在浴缸中混合，释放出气泡和泡沫，等待10到15分钟，让混合物充分作用，最后用清水冲洗浴缸，让它变得洁净明亮。第二种混合清洁剂是柠檬汁和小苏打，我们需要1/4杯柠檬汁和1/2杯小苏打，加入一杯热水，搅拌混合，直到小苏打完全溶解，然后将混合物倒入浴缸中，让它们均匀分布，等待10到15分钟，让混合物充分作用，最后用清水冲洗浴缸，让它变得洁净明亮。第三种混合清洁剂是食盐和柠檬汁，我们需要1/2杯食盐和1/4杯柠檬汁，加入足够的热水，搅拌混合，直到食盐完全溶解，然后将混合物倒入浴缸中，让它们均匀分布，等待10到15分钟，让混合物充分作用，最后用清水冲洗浴缸，让它变得洁净明亮。以上是三种不同的混合清洁剂，每种清洁剂都可以轻松清洁浴缸。使用这些清洁剂的好处是，它们能够快速去除顽固的污渍，同时还能够去除污垢和残留物，让你的浴缸看起来像全新的白色玉器一样。希望这些步骤能够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如何使用自行混合清洁剂清洁浴缸。最后，别忘了赞好和订阅九火文明频道，以便随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视频。